这是大家想看的戏精阿嘎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疯了吗？他高声说，不是低声说。这真的是男高音。奶凶奶凶的嘎子哥，你见过吗？三二一。总之，他还是你的男友，你的音乐天使。撩开面纱，抛弃谎言，面对面的看看真切。我倒要看看，你爱的是谁？谁又在爱你？还有狂笑的嘎子哥，他发出一阵狂笑。哦，还有啊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悄悄告诉你，嘎子哥还出演了克里斯蒂娜。克里斯蒂娜大叫一声逃跑了，拉维尔赶紧追了上去，但克里斯蒂娜愤怒地对他说，放开我。说完，克里斯蒂娜便跑得无影无踪。再说克里斯蒂娜，但克里斯蒂娜愤怒地对他说，放说完，克里斯蒂娜便跑得无影无踪。最后是最美的认真阿嘎，盯着那扇没有再次打开的房门，于是走廊里恢复了空寂。他穿过走廊，走到了门前，打开门，闪进去，随后关上了门。就是他进去以后，这个房间里面是一片黑暗，黑暗，他看不见，但是他在想。在这个看不见的这个黑暗的空间中，空间也许哪个地方，某一个地方，站着这个人，是，所以进来又是一种心里忐忑的一种状态，又紧张，对，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情境啊。是，关注@喜马拉雅，观看更多有趣花絮。